知道这怎么涂啊。妈妈，我不知道这怎么涂啊。哦，这里啊，这有一个点点呢、啊，是什么？看一下。画拼图是吗？一个画拼图。那我问你，这个拼图到最后会组成什么？半个东西好，妈妈、来，你这拼图给你。因为我觉得拼图蛮有趣，拼图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系。你要不要顺便回答？好，今天好，看，快点。你先告诉我拼图是怎样一片一片把它拼成，对不对？不，对啊，就可能就今天的主题是画。好啦，我会画啦，那你先回答我嘛。就拼图是一片片拼成，那你先帮我拼起来。那拼完以后会变成什么样？我还不知道。那你觉得你在拼图一片片拼起来的过程，你觉得有什么感觉？觉得没有什么感觉。那你觉得我们人跟拼图一样吗？是不是也因为过去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们把我们一片一片拼起来？对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很棒。是吗？对。你真的这样觉得吗？你觉得人跟拼图很像吗？我不觉得。那你觉得怎样？为什么你觉得人跟拼图不像？你啊，你做过去是不是会做一些事情，然后这件事情会影响你现在在做后面在做的某些事情，那不就跟拼图很像吗？其实，比如说，你要自己把它拼。好，蓝先回答我。比如说，你以前啊，因为在台中家都是给馒头照顾的，所以你现在你就不害怕狗狗。如果碰到狗狗的话，你很自然跟它玩，是这样吗？是吗？那你再举例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你曾经做过的，那你现在就会把它当成一种习惯？以前我摸馒头生气咬我，我现在已经习惯，因为他不喜欢我，认为他生气。你做什么事情惹他生气？你知道原因吗？跟他玩来玩去，本来生气，本来生气，他就要咬我一下。然后呢？不是吧？是因为你摸他的尾巴吧？对，我摸他的尾巴，所以他不开心。所以你是不是就知道跟馒头玩不能拉他尾巴？我没有拉他，可是就不能摸他。我就这样紧紧的抓着。那是一样的。好，那还有什么事情吗？你觉得曾经做过，那会造成你现在这样，像我们拼拼图一样。你看哦，你是不是在问问题？我是在问问题啊！我现在在问2015年法国大会考题目。他说我是因为过去我所造成的吗？你觉得你现在你的状况是因为过去你发生了一些事情，所以你变成你现在这样子的你吗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，你要留点点时间给我。给我介绍，蛮重要的。有啊，会给你介绍，帮你先来介绍。来，今天我们要看这笔的，可以剪颜色。还不快没颜色。那、为什么？看一下。突然很多了。有啊，很多啊，就是那个汪汪队一整只啊，你还没画完啊。对。然后你看上面会有它描图以后的形状，我们就会慢慢看到它，因为在这个板子上已经有刻上汪汪队的图形了，就像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一样。那如果遇到后面发生同样事情，像你的画笔这样画过去，你可以用这个画，有没有？它就会浮现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嘛，你啊，是不是就像汪汪队这个图形一样，曾经做过什么事情？那如果遇到同步发生的事情，就像这支画笔一样，我涂过以后，你的那些原本做过的事情就会浮现起来，你说是吗？好，给你来。你还没画，糟糕！你我要先拼好嘛，所以你说是不是啦？对。你真的这么觉得吗？你快一点点，只要一个就好了，我已经画完了。到下一个，所以你还是没回答我吗？你觉得人是不是因为过去的你，所以成为现在的你？对呀、真的、你真的觉得这句话讲的有道理，是吗？我拼完了，就像人，所以我要先介绍，所以人就像拼图一样，透过过去一片一片的事件。成就现在完整的你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赶快画，没时间了。好，没时间，那我们跟大家说拜拜。拜拜，这是这一季最后一集哦，我们下一季要录别的。等一下，好，接着，然后画好，贴完，贴着我们赶快接到完，关灯。关灯。好，这个。